我变了办法，知道吧？那你变了办法，要叫我，我就来对付你。我就是拿法律，我还是想走的。可是问题是，文化大革命没人管了。对于现在外边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。 我们有点距离，没事。 听您说过那个之前您采访当中也说过好多次，就是采访对你来说也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件事情。不是压力比较大，太烦人了。希望比较安静一点，不要弄那么一天忽悠忽悠，知道吧？嗯。嗯。有没有想过就是做网红呢？不想，不想做，从来没想过做。这一块来说的话，您现在退休之后。 主要做什么工作？大家很好奇。我在看看书。嗯。我该做的事我做多，就这样吧。嗯。好，来，我们在这边采访。对吧？嗯。在这个被经济大潮快餐文化横冲直撞的年代，什么是正确？正确与平凡相伴。什么又是时代呢？就是与平凡的人交织在一起。 盘根交错，贯穿在大地之间。他们都往往是从一个地方出发，也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有厮守，有突破，或者是一些挣扎，跳脱出社会惯有的这些标签和身份，回到人这个原点，去见证他们的见证。 您是62年第一次到敦煌，一到这儿就是57年，怎么坚守过来的？国家培养大学生是不容易，7个农民培养一个大学生，所以我们心里明白，国家这么培养我，那我们将来一定要报效国家，要建设国家。 但是后来不一样了呀。后来因为结婚了嘛。对。对吧？你有机会走呀。结婚，那也没机会，因为文化大革命，谁管你的调动？没人管了。那时候莫高窟这边是什么状况呀？莫高窟也文化大革命啊，一样的啊。我们一共48个人，也分了好多派啊，互相攻击嘛，互相批判嘛。但是动作是都保护了，这个是绝对大家一致。 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反对，我想，这个东西保不住了。嗯，红卫兵后来来了，我们就给他讲，这个不是私教。还有，我们也不要把红卫兵都看那么坏，大多数的红卫兵也就是很年轻、很简单。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给他讲，就这个不是私教，然后我们主动告诉他。 这个文物怎么好，他也想看，我们还跟他去讲解，他很感动啊。最后跟他达成什么协议，我都记得。你觉得敦煌人的精神该如何去总结？敦煌精神，我们一直说的嘛，坚守大漠，因为周围是戈壁沙漠，然后是甘于奉献，都是自己愿意来的。我开玩笑叫自投罗网。 您是在60岁，别人退休的年龄，还接下这么一个战战兢兢的工作。对，沉甸甸的，是如履薄冰，如坐针毡。你像这个洞是85吧？对，应该是85。这个85很了不起的，是一个比较大的洞，很有价值。看到它的保存跟其他有一些不一样。 下面的洞啊，跟上面还不一样，在哪儿呢？比较容易潮，你们现在都修完了吧？都修好了吧？
这个话实在是外行话，我就说啊，有一个老头他住院了，后来呢他出院了，你说治好了没有？没治好，他能动了。哎，治好了。你能说他治好了吗？啊，治好了。哎，他隔两个月又进院，又、啊、又就住院了。所以这个他是个老头，所以你要经常的关注他，然后呢，所以要平时我们要调查的呀，调查记录做评估，如果发现有些明显的有变化的话，那你要赶紧要去采取措施。再回到您个人，您个人确实跟先生分居了19年，大家一直在讲这个过程。当时讲就是刚才说的，嗯，我并不是啊，我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实习完了，我不想来了。哎，他又分我来呢，我就来了。我结了婚，特别有了孩子，我就想走，因为我是南方人，因为大城市。对孩子教育总归好，生活也好，我还是想走的。对，可是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没人管了。结婚的时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当时结婚，您的结婚也是非常之简单，草率简单。当时是他的大哥大嫂说你俩该结婚了。你什么都知道，你还来采访干啥？是这样的一个机缘你就结了，这个是不是？我们这些人都很木，知道吧？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我到现在想起来半天，不会说我爱你，我没说过这话，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明白。您什么时候完完全全的确认他给了你这个信号了，他是爱你要给你走一生的？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嘛，就慢慢慢慢的嘛，在学校里头感觉这个人好。那只是感觉他好呀。好的不是，就这个人可靠，他很热情，很愿意帮助人，很厚道。他来敦煌了。哎，当时什么情景啊？当时我们俩这样天天形影不离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并不会去说结婚啊什么，他也不提，我也不提。嗯，我们都比较木。休假应该是有一段时间，这附近当时也没有什么旅游啊什么的，你俩干什么呀？那就是看洞。他没看过洞啊，我就陪他看洞，爬沙山，爬洞子，然后我们就瞎聊聊。他也不会说，哎，我们结婚吗？他也没说过，我也没说过。您现在还这么拼，用现代词来说的，去工作。然后去做这么多事情，家里孩子们是什么反应？孩子们都大了嘛，他们有他们的，他们嘛，意思嘛，就最好你就离开嘛。您还是喜欢生活在这里？那当然了，这个人很多很熟嘛。你想看洞可以看洞，你要看书可以看书，你要上海待着干什么？看房子，陪陪孙子呗啊。孙子去幼儿园了。就没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也陪不了他，他跑得比你快，你要追追他，你说不定摔跤了，他也不摔跤。从您身上你能说是为了大家牺牲了小家吗？那是别人说的，我那是只要工作需要。您个人还不认为这是牺牲？为了小家，为了大家肯定是牺牲了。一个是我们这个家庭，应该我当妻子的，当母亲的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没尽到责任，知道吧？那我也没办法呀，所以那个他也能体谅。是不是敦煌会把人单纯化？对，一个呢，他离城远；第二个呢，有这么一些事情陪伴着你，你看书都看不完，工作都做不完，你不会有别的想法。对于现在外边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，有我们有点距离。
在外边的一些人，或者说一些普通人，常常会抱怨给我的太少，不公。我们没有这种想法，你给我多少工资，我够用花了就够了。我要那么多钱干啥？买房呀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这我明白。我房也买了，我当时借了一点钱，我买的时候还挺便宜，所以我到上海去。上海去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浦西的房子咱买不起，咱们看也不看。哎，浦东那个2000多块，2000多块可以。哎，这房子也还挺大，咱就买吧，就给兄弟姐妹借了点钱，我自己有点，借了一点，就40多万就买下了。当时您工作已经40年，我就是院长了呀。对呀、啊，60都过了，年龄也过了。我是60过了以后才买了一套房。从现在人角度，那个年龄了再买房还啊图什么？那不图什么嘛，退休了以后享享福嘛，就这个呗。谁知道买了以后成了旅馆了，这孩子住的，现在已经送给他。这个小院当时您住了多少年？这个小院大概有200-300年了吧。哦，这个时间够久远的。清朝修的小庙，一个是喇嘛庙，一个是和尚庙。就一直以这个小庙，我们也就保持它这个现状。没动。你们在这住了多少年？哎，就将近20年。后来就是邓小平来了嘛，给钱了嘛，我们就租开现在大家的租房子了。你再不做这样，那没人来了，还叫我们这个艰苦奋斗。那经济大潮给敦煌给莫高窟带来了什么？那就带来的事情就多了，社会上有不少人，他对改革开放，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他有误解，他误解，他认为什么都成了商品，他就认为甘肃要发展经济就要莫高窟，反正他们认为你们不懂经营，你们不会管理，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招，你们交出来，我怎么能交给你啊？我并不说我这个帽子有多好，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呀。现在还有人继续在动这个心思？我不敢说没有了，他就不懂这个里头有多少的文化呀。我们老说5000年的文明，5000年每年都有文明啊，不是光去追那5000年的文明。樊先生一直坚持的说，莫高窟一定要留下来。为什么要留下来？因为它这里边有千年的积淀在其中，不愿意更多的人去把这个积淀太深层的东西这么草率的就破坏掉。即使是过快的去接触的时候，你也会挖不到它的深度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樊先生从昨天我们接他的时候，他第一段话最开始非常抗拒接受采访那种态度，能够看到他对现在非凡的世界，或者说过于吵杂的世界，他是比较反感的。他就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太过吵杂的东西影响到这个千年积淀的。我们看到我们来到这个景区没有商业气息在其中，这也就是樊先生非常坚持的一个结果，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。过去的人可能还多少是讲一点信仰，这个有好多都没门，他也不敢进去乱搞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你要这么弄，那可这可非常危险。信仰的一个缺失，缺失，然后呢，他觉得这个值钱啊，他首先想到是钱啊，把它挖下来不可以变成钱呀、啊？过去还有一些信仰，
但是现在渐渐的这样，现在也有不少人信的，但是应该说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，但你不能去信仰，信仰的歪的。你说我们刚才说了，在大学毕业，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资源，那就是一种信仰呀。我们一个人最基本的，因为应该也是爱国。现在传播你认为到什么阶段？现在传播还应该有更多的方法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，我手里拿这个本儿，你之前有见过这种本吗？本子吗？我都见过。对，这个什么本我不知道。这是故宫的一个文创，对，他用《清明上河图》去做的。对，觉得他的文创做得如何？他的文创做得还是可以，但是不见得多好。比如他做什么什么什么，口红。那有啥意思？应该是跟你的文化挂钩。所以你看了半天，我还是个平常人吗？对，但是还是有光环。没有。您的光环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平常人。就是平常，真的是平常。人啊，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。真的。对。你把你做的事儿当个事儿，这就行了。你说人到世界上来，活了100岁，长不长？够长了，能有几个活？也不长。但是，跑世界上来干啥呢？做一点事儿，不要做那坏事，做一点有意思的事。哎，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，我这么理解。樊老师他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或者采访他之后最大的感受，应该是他的直白和他的朴实和生活气息。他已经被风沙吹得失去了原来的乡音，但是樊先生每次讲到他的爱人彭先生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，总是滔滔不绝讲很多事情。樊锦是他把敦煌人的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，他开玩笑地说是自投罗网。这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，但是这当中包含有很多的辛酸，也有很多的坚韧。所有这种感情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是敦煌人的一种精神。彭先生他葬在哪里？葬在上海。现在暂时的，因为孩子们说，我们到清明啊，什么冬至啊，他的生日啊，我们想去看看。还在上海。所以暂时放在上海。你还是想把带到敦煌来？还是想把带，我们两个人嘛。都要回到敦煌。既然是两口子，就是一直就是两口子嘛，对不对？永远的两口子。最后你也回到敦煌？最后我也回到。我有一个即将要出一本书，我的心归处是敦煌。为啥？老天没给我们做了样子，他们走了以后还在这儿，我们走了也在这儿，我们一直就是这儿。